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？就念，念头一转，凡夫就成佛了。问题是你能不能转得过来？你是不是真肯放下？这种人叫上上根人，这一下就明白了，上中下三根不行，那慢慢来，慢慢的放。像我们这种根性，佛教给我先放下执着，从这开始，再放下分别，最后放下妄想。我在这么多年常常劝勉同学，我将放下十六个字，这是最严重的障碍。这十六个字是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无欲六尘、贪嗔痴慢。只要有这十六个字，无论你怎样精进努力去修学，都不能成就。你可以成就佛学，在佛门里面呢，做一个现在人讲的专家学者。确实，你在大学里面可以拿到一个佛学博士，你可以做一个教授，你也能说得天花乱坠。你的贪嗔痴慢还有，不但有啊，还很严重。所以你搞的是佛学，你不是学佛。你要跟一个乡下念佛的老太婆比，你不如他。为什么呢？他将来能往生，能到极乐世界，你将来还搞六道轮回，你出不去。道理在此地。我们今天最严重的障碍就是第一关不容易突破，第一关能突破，往后就方便了。入门很难啊！第一关是什么？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十六个字，这头一关。头一关突破之后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经上讲，你已经入门了。初信位，初信位的菩萨，你入门了。这一关不能突破，你没入门。华严经纵然念上三千遍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都还在，三千遍念了还是在门外没有门。修行在哪里修？就在这里修，对一些人、对一些事、对一些恭恭敬敬，把这些无始界以来的错误的知见、错误的行为放下。自私自利错误的，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自信的统统没有，这些东西迷失自信的时候才发生的，所以它是迷的现象。我们今天要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有这些相，苦啊，学掉之后你才知道自在乐啊。你要有勇气，你要有智慧，有智慧把这个事情真相看清楚，有勇气说暂时，这十六个是最大的障碍，你不能够不突破。你突破，你的前途一片光明；你要不突破，你是寸步难进。把这个十六个字突破，就是儒家的格物。我们佛法常讲断烦恼，断烦恼要从最初最重的最严重的障碍从这里下手。所以自私自利是头一关，我们要把这个放弃，起心动念替别人想，把念头转过来。我们今天住在这个地球上，起心动念为整个地球来着想，慢慢的再把你的心量扩大，扩大到遍法界虚空界，菩提心就现前了。自私自利是假的，自信怎么有？一定要晓得，这个世界也没有，也都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观世音用法眼般若观照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告诉你不是真的。你在这个里面起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错了。妄想我们无法控制。
所以只要把执着放下，就能成就我们往生净土。妄想分别到极乐世界再断，可以，这个是最聪明的做法，这个才是真正世间的低等的聪明人。无量劫来的生死轮回，这一生了了，我们能不能成佛？能，回头就成佛了，放下就成佛了。放下什么？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分别执着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你本来是佛，佛跟众生没有差别，差别是差别一个觉悟，一个迷惑，就是明了全宇宙的事实真相，迷人不知道啊，知道就成佛了。成佛是真正得大自在，佛跟凡夫没有别的差别，就在此地。佛是彻底放下，凡夫不肯放下。菩萨虽然放下，不彻底，不究竟。一般菩萨执着放下了，分别放下了，起心动念没放下，所以他还没成佛。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就成佛了。没有别的，放下而已呀。世间学问也不例外。孟夫子教人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，也是讲放下。你能把这四句十六个字，你真的看清楚、搞通了，真的放下了，你就得大自在。然后你才知道佛法不深，佛法不难啊。佛法显得那么深，显得那么难，就是这十六个字把你障碍住。再说一个真实的话，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。凡夫有自私自利，有名闻利养，有贪嗔痴慢，有五欲六尘。凡夫啊，六道凡夫啊。佛菩萨完全没有，生活在这个世间，随缘自在啊，随缘决定不染着，顺境善缘绝不生贪念之心，逆境恶缘绝不生丝毫烦恼，没有怨恨不平之心。不管是什么境界，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，永远保持真诚、清净、平等，这就是佛菩萨。凡夫哪有不能成佛的？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？一念之间呢？你转过来，凡夫就成佛了；转不过来，那还是做凡夫啊。五伦天道啊，你能够随顺，有亲有义有别有序有信，这叫德。随顺道则称之为德。教教这五个空，学也是学这五个空，教学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长辈一点奏歌后辈看，他一生为人处事待人接物，决定不违背道德。中国人的祖先叫人什么？五桩事情，古书里面讲的五教。第一个是父子有亲，第二个是君臣有义，第三个夫妇有别，第四个长幼有序，长幼就是兄弟啊。第五个是朋友有信，就这五桩事情啊，就叫这个东西啊，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这是道啊，这是天伦的、天然的呀、啊，
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自然然形成，自然的法则就叫道。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男女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这五个字是德啊。什么叫道德？这很明显的给说出来了，情爱仁义。这个夫妇有别，男女有别，别在哪里呢？各有各的使命，各有各的任务。你明了，你能够尽到你自己的使命与天职，这是德。兄弟长幼有序，兄友弟恭，这是德了。朋友有信，信是德了。所以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，随顺自然的法则，道德的教育。读个五伦，君臣有义，君仁仁慈，臣忠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现在这个社会全没有了，伦是道没有了，伦里的所含的这个意思也是道。父子有亲，这个亲爱是道；夫妇有别，这个别是道；君臣的义，这是道；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这都是道啊。道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叫德。我真的把它做到了，做成随顺于道。这个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五常。五常这五个字不是名词，是动词，仁义礼智信。作为名词讲它是道，作为动词讲它是德。真爱人呐、仁者爱人呐、那一种真诚的爱心就跟父子有亲的情爱是一样的。这种情爱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就是人。这人从哪里来？人从亲来的，父子有亲来的。义，义是我们思想言行完全与道德相应，不违背道德，这就是义。古人把它很具体的说明，义是或情或理或法，于情理法，人情理法，道理法律统统相应，不违背，这也也应该这样做法。理是礼节，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礼节，再亲密都要守礼，不能随便。随顺道就叫做德，失去了平等，德就没有了。道是自然的法则，自然的运作，随顺大自然的原理原则的运作就叫做德。人决定不能离开道德，离开就错了，离开灾难就来了。伦理是道德具体的表现，五伦是道，五常是德。我们遵循道德，不违背道德，这个人有智慧，这个人真诚亲近平等正确慈悲，这个人有福有智有寿啊。世间人所求的福报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从哪来？道德里头来的啊。人没有道德不行啊，首先要成就自己的道德修养，有了道德修养，这个都是有层次的，不能颠倒的，顺序不可以颠倒。我们履行道德是为谁？是为度众生。道德是身教啊，做榜样给人看，把五伦做出来，把五常做出来，把四维做出来，把八德做出来，在佛法里面把三规做出来，把五戒做出来，把十善做出来，把六度做出来，把六合敬做出来。
像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，不是给小孩念的，是做父母的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家庭里要把它做到，做给小孩看。小孩看到他的父母孝顺他的爸爸妈妈，就祖父母，他就学会了。表演给他看，是身教，不是言教。言教他还不会说话，让他看见的、听见的、接触到的，全是伦理道德，与自性相应的，这个要让他看见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说：“三岁看八十。”三岁这个根要是定定的，到八十岁他都不会改变。教人要先教自己，这先决条件。我们自己没有做到，你决定教不好别人。一定要先自己做到。你是佛，才能把别人教成佛；你是圣人，才能把众生教成圣人。你自己不是佛，不是圣人，那你就做不到。所以要想教人呢，先教自己；要想成就众生呢，先成就自己。有智慧的人天天要做的事情，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是什么？反省。反省里头最重要的是要反省自己的过失。今天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有没有过失？有过失赶紧改过来，明天不要再犯了。那叫真忏悔啊。忏悔不是形式啊。这是早年我学佛的时候，我26岁，张家大师教我的。佛家非常重视忏悔，忏悔不重形式，忏悔最重要的是改过自新，这叫真忏悔。不是在佛前面祷告，那个没用处的，这是修身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每天早晚课，早课的用意在哪里？提醒自己这一天呢不犯过失。晚课用意是反省，是检点我这一天有没有犯过失。如果有犯，要忏悔，后不再造。要没有这些过失，都是善的，善明天还要保持，永久保持下去。这是早晚课精神之所在处啊。不懂这个道理，早晚课是白做了。早晚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，与佛菩萨不相干，完全是帮助自己，提醒自己改过自新，勇猛精进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今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有没有犯佛所说的过失？有没有依照佛的话去做？这就是真忏悔，改过自新。每一天能够改一条过，3年以后你不能成圣人的，那也是贤人的。你的体质相貌一定会变好，一看你就像个菩萨。一天没有发现自己的过失，一个过失都没有发现，这一天就空过了。念佛学佛怎么修行？说老实话，白过了，空过了。一天至少要发现自己一桩过失，要认真把它改过来，明天不再犯了，这叫真正修行。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这叫修行呢。忏悔的方法就是反省自己的过失，要认真反省，找出自己的过失，把自己的过失啊认真改过来，这叫做真忏悔。同学要记住，
不是在菩萨面前祷告，我做了好多错事，请佛菩萨原谅我，佛菩萨今天原谅了，明天再干，干了晚上再祷告，这个没用处的，这是错误，自己要认真去反省，把毛病找出来，然后消除自己的毛病，改过向善，这叫真忏悔。佛法里面这个忏除业障啊，重视在改过自新，做这些仪式并不重要，仪式是做给别人看的，这个唱戏一样，唱给别人看的。用意在哪里呢？用意是劝别人呢回头，劝别人呢改过自新，是这个意思。你自己真正悔改，你又何必搞这些形式呢？用不着。这个我们要知道，张家大师过去也教导忏悔，怎么个忏法呢？大师跟我讲的，知故能改，后不再造，这叫真忏悔啊。他跟我讲，忏悔不在仪式啊，要重实质啊，实质就是改过自新，最重要的是后不再造，就是儒家讲的不二过，我的过失只有一次，以后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过失，这个是真忏悔。天天反省检查自己的过失，若能发现自己过失呢，这在佛法里面叫觉悟了，自己有过失不知道，这叫迷惑，知道自己过失觉悟了，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，这叫修行，是把你的行为，行为包括思想修正过来，所以修行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言语，错误的行为，这个叫真修啊。我们想想自己是生死犯法，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改过，我们在六道轮回是每况愈下，不会提升，这个要知道，不是向上走就走下坡路，这多么危险，前途一团黑漆，还能够放逸，还能够懈怠，天平无常到了，手忙脚乱，那时候迟了，来不及了，是必须趁我们身体还健康，头脑还清醒的时候，要认真忏悔，要彻底改过自新。师父多少要几分像佛的样子，这才是真正聪明。念佛就是念罪呀，念佛就是忏悔呀。过去造无量无边罪业，现在天天念阿弥陀佛，这一句弥陀名号是一切善的总善，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无过于阿弥陀佛，所以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是经常常说了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你一句一句接着念，一些你成念，这个功德得了吗？什么罪业都能够忏得干净的，只要你肯念呐，念就是念罪，念就是忏悔。孔子讲啊，三人行必有吾师啊，三个人是谁？自己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两个都是我的老师。善人教导我正面的，我应当跟他说；恶人造作一些恶业，甚至于回报我、伤害我，他替我消业障，而且警惕我，他这种事情我决定不能做。你说正反两面统统在利益，他不是善知识，谁是善知识啊？
所以真正会学的人，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菩萨学处，一切人善人恶人都是善知识。善人我见到了，想想他的善行我有没有，没有向他学习，要有很好，要保持住。那个做恶的人呢，也是我的老师，我看到了，想一想我有没有这个过失，有则感知，无则加勉。那个做恶的人呢，比做善的人对我们还有利益。为什么？在修忏悔的时候，注意想的找不到自己的过失啊，好像自己没有缺点呐、啊。看别人全是缺点，看自己一个都找不到。你怎样能发现自己缺点？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回光返照，我有没有？那是自己的大恩人啊，那是自己的真善知识啊，他帮助你改过自新啊，你能不感恩他吗？你还能说他不是，那就忘恩负义呀。感激他，知恩报恩，自己修学的功德常常给他回向，不是他怎么能提升，不是他怎么知道自己还有过失。如果看到善人善行喜欢，看到恶人干坏事就讨厌就怨恨，这什么都没学到。为什么？看到善人善事起了贪念，恶人恶事起嗔恚，生烦恼，不生智慧呀。所以如果你真的会学，没有一个不成功，不会学的没有法则。善人教我学善，恶人教我反省，教我改过。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，他心目当中是平等的，平等的恭敬，平等的对待，平等的奉祀。这个人善学啊，这个人将来能成就啊，他能开悟，他能证果，会学。你看善人是老师，恶人也是老师，没有一个不是老师啊！五十三餐做如是的示现啊，男子是老师，女人也是老师，大人是老师，小孩也是老师。你得细细观察，你的学习范围自然就扩大了。一切时一切处皆是菩萨学处啊，这样才能成就你的德行，成就你的智慧，成就你的善果。你说哪里是菩萨？到处都是菩萨。菩萨示现为善人，菩萨示现为恶人，恶人不是真恶，菩萨示现的是来教导我们的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原本一体，会学的人在我们生活的周边，一切人事物点点滴滴无一不是菩萨学处啊。正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所实现的，学生只有我自己一个人，除我自己之外无一不是善知识，这样才能够一生圆满成就。天天在学习，时时在学习，念念都在学习，道业才能快速成就啊！一切时一切处，六根接触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，无疑不是我们学习的地方，菩萨学处啊！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到的是一些原理原则，这些原理原则必须要落实在生活行为当中，才是真实智慧，才是真实的受用。所以修行在哪里？修行在日常生活，修行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修行在工作当中，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菩萨学处啊！看你用的什么心呢、啊？你一念迷，你是凡夫。你一念觉，你就是佛菩萨。
什么时候你能看到所有一切人，你喜欢的人，你讨厌的人，你怨恨的人，通通都是阿弥陀佛，恭喜你，你净土宗修成了。那你不往生谁往生呢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知道断恶修善，一切时一切处不让自己有恶念升起，纵然见到不好的境界，逆境若云，环境不好，很不喜欢，见到些都是冤亲债主，都是找麻烦的，我们要用什么心对待？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是用佛号把自己的心控制住，要起心看境界，极乐世界的境界，看众生同是阿弥陀佛。好，这功德很大，这真修行的，真在这练本事，念念当中一切人同是阿弥陀佛，一切境界同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看你怎么想啊？那为什么不想好的，想坏的？好的坏的都是从心想生的。平常功夫练成，养成习惯了，到临命终时管用，你会给大众交代的清清楚楚，跟佛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我们看到古往今来许许多多做学问的人，修行人失败了，不能成功，犯了这个毛病，那就是什么？过失都是别人的，好处都是自己的，这就完了。这个想法做法跟你说等觉菩萨都没有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等觉菩萨天天找自己的毛病，改自己的毛病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成佛，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，那是他的毛病，那是他的过失。所以中国古人常讲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。清凉大师讲，只有大圣如佛他才没有过失，除佛一人，哪个人没有过失呢？你要说是你自己已经没有过失，过失都是别人的，你永远不会有进步，你永远迷惑颠倒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你这一念就是罪业，这个念头不断，你这个罪业念念增长。在佛法，在中国古圣先贤教诲当中都不向外，都向内。古人教导我们，行有不得的反求诸己，过失不在外面，在我自己。认真反省，发现自己过失，那就叫开悟，这个人觉悟，把过失改过来，这个人叫真正修行。修行是把过失改过来，知道过失是觉悟。无量寿经题上讲的觉，清净平等觉，不知道自己过失是迷呀。你不会改，这就改了，这而不改，你觉得不够深度。如果真正觉悟，哪有不改的道理？没这个道理。你说觉了的时候还不改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没觉悟。我只要把心态修正过来，跟诸佛菩萨一样，你就看到世间没过失，你就入了佛境界，你就过菩萨的生活，那一步恢复到我们正常。正常是什么？正常是清净心。能大师告诉我，何其自信，本次清净，清净心是你的正常，故事在我一个人，不在别人。
别人没有过失，这是解决问题真正最好的方法。把过失都推给别人，永远是没完没了，不是你这一生辛苦，你生生世世辛苦，到哪一辈子你觉悟了，你回头了，过失在我不在别人，问题解决了。这是什么道理？佛在经上讲得很多，讲得很清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谁的心想？自己的心想，所以要找自己，不能找别人。我的环境不是别人心想生的，是我自己心想生。回头是岸，一回头就大彻大悟。菩萨大里面，一切众生没有过失。禅经里面讲得好，若真修道人，不经世间过。过在哪里呢？过是自己，我自己修养不够啊。为什么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还会起心动念，还会分别执着？那就是我的过。为什么诸佛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他能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？他没有过失啊。所以菩萨应化住九法界，随缘而不攀缘。我们要想学佛成佛，要想学菩萨做菩萨，那你就真学。学什么？学不净世间过。不净世间过要怎样学法？把自己内心里面的对立消除，绝对不跟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对立。对立是过物的根源啊，这个不是自然的法则。宇宙是和谐，自然是和睦，这一对立了，就违背了自信，违背了性德，那就叫造业。所以真正修行人不是修缘，把自心里面的对立矛盾把它修改过来、修正过来，把它消灭掉，不在外头，在自己内心。所以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这句话在佛门里面讲，这是真实忏悔的功夫。普贤行愿第四条啊，忏悔业障。欧耶大师讲得好啊，净缘无好处，净是物质环境，缘人事环境，人事物质环境里都没有好坏，都没有善恶，也没有是非，是非善恶好坏都是自己心里的事情。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你自心里的起的反应，这个道理要参透啊。然后不管在什么境界当中，你肯定都趋向心平气和，具足这个条件才可以讲修道。为什么不具备这个条件？你想修道呢，这些东西在障碍你，在破坏你，你就修不成功。所以这些东西你搞清楚了，你把它放下，修道就没有障碍了。所以逆境过缘是善知识，是我们自己的学习，不断的在进步，自己确确实实得到法喜充满。孟夫子所说的反求诸己，特别是在逆境恶缘当中，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，过失肯定在自己这边，不在别人了，你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，成就自己的学问。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，不能没有业障啊！业障是
业障是自己总是过去今生造的不善业，这个业障是什么？有人来挑拨，有人来建立，让你远离你的老师。他说你的老师怎么不好怎么不好，说了很多不好的话，而你听了之后妄想起来了，烦恼起来，越想越不对了，算了，我不跟他了，你就走了，吃亏是自己。我在讲华严经上讲得很详细，你看善财童子出去参修了，文殊菩萨怎么教他的？最重要的，不见善知识故，你才能成就。你要见善知识故呢，你决定不能成就。你不在他面前离开，当然不能成就。你在他面前有这个怀疑，你还是不能成就。为什么呢？尊敬心起不来。印光大师给我们讲的好啊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你对于你的老师对善知识沉浸心失掉了，你看看这些业障冤家把你对老师那个恭敬心破坏了，使你不能得利益了。你这一生障碍产生了，那只好等到来生后世了。但是一个轮回一个轮转，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月日，最不幸的这当中中断多少大劫。你要是堕三途就不得了，堕地狱的时间是论劫数算的，那就真正叫可怜，真正叫可惜啊。我们懂这个道理。我亲近方东美先生，有人说他的坏话，亲近李老师，亲近张家大师，都有人批评，我无动于衷。你们批评我点头一句话不说，我听，我一句话不讲，我还是非常认真的尊敬老师，跟老师学习。为什么呢？回报那些人都没有亲近过老师，我亲近他，我认识他，我了解他。不立善知识是我们成功失败第一个因素，远离善知识你怎么能成就？我早年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十年，我们最受利益的是他的身教，言教其次，他所讲的他都能做到，我们受感动啊。亲近善知识时间要长，时间短了不行，长时间的不离善知识，天天在受他的熏陶，尤其是身教的熏陶，怎么会不得利？时间短了那难，因为你离开善知识，你很难不受这个社会影响，你很难不被五欲六尘动摇，你的根不深，你容易失败。李老师当年要求我是五年，我自己想想五年不够，我给他老人家说我希望加一倍十年，他老人家听了点点头。亲近的不离善知识，离开善知识你到哪里去学？亲近要看缘分，不一定说是天天跟着善知识的屁股后头，没用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过去这些古大德里面最足以给我们做榜样的永嘉大师，禅宗里面唐朝时候的也是六祖的学生，永嘉是了不起的人。永嘉亲近六祖一天，古人说一日为师，一天够了，老师这个一天几句话的开示，他一生一教奉行，决定不违背，那叫亲近善知识，而不是阳奉阴违。阳奉阴违天天跟到老师面前都不是亲近，所以这个亲近两个字一教奉行，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得，要深深去体会，不要看到亲近定要跟到老师住在一起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一教奉行。就是在一个教室上课，每个人所得到的不一样，这就是
大家对老师都有恭敬心，恭敬程度不相同，对老师、对佛法、对这个经教、对这个法门的分数多少，全在真诚恭敬。印祖常说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。我见过有人学几十年，烦恼忧虑重重放不下，亲近过真的善知识没学到东西，细细观察他什么原因，沉静功夫不足。印光大师这一句话说破了，沉静从哪里来的？绝大多数是过去生中的因，生来这个人就老实，看样子是实实在在，叫他干什么他会做，他老实，他没有虚伪，没有巧诈，这种人学圣贤东西容易起入。凡是自以为聪明，对老师有疑惑，实在是如果对老师真诚恭敬，老师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甚至于还不如你，他能帮助你开悟，妙就妙在这里。那什么沉静心之所感，不可思议啊。如果带着一丝毫傲慢怀疑，全都破掉了。再高明的老师你都得不到真东西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开不了悟。许许多多好心的学人，心地虽然很善良，父母没教他，老师没教他，他不懂书，亲近一个善知识，看到这个善知识的故事，往往退心。那善知识用什么态度对他呢？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善知识随缘。知道什么呢？知道你善根不足，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，见善知识故我。华严经上，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那边成就了根本智，老师叫他出去参学，还没有离开的这个时候，特别给他开始求善知识的心态，这个重要啊，我们要特别的留意。这个里头最重要的，不见善知识之故。善知识我们凡夫看起来有过失，那是善知识的善巧方便，度某一类不同的众生，他也用不同的方法。所以文殊告诉善财，这些善知识全是难知，你怎么会晓得？都是诸佛应化的，哪一类的众生他要用哪一类的方式来度他，来成就他，你怎么会晓得？真正善知识，你跟他相处，人家说话不好听，为什么呢？天天说你过失，那才是真正善知识。自己不知道自己过失，人家来提醒我，这是好事，我们应当感激。现在有很多人遇到人家常常说你过失的，恨透的，天天找我麻烦，远离善知识，天天来巴结你、奉承你，给你耳边说好话的，哎呀，这是好人呐！其实那个人真正的陷害你，完全不知道。亲近恶知识，远离善知识，你怎么会成就？如果我们肯在这一生当中咬紧牙根，决定不为贪嗔痴慢所迷，不为外面五欲六尘所诱，我们就成功。要想做到不被烦恼所迷，不被外境诱惑，最好的方法，亲近善知识，不离善知识。善知识在哪里呢？善知识就是经本，我们每一天跟经教为伍，念念不离经教，这个障难就消除，我们这一生当中才能证得圆满的
成就，拿到理想的成绩。佛家常讲心包太虚，量周煞界，这是我们本来的心量。为什么现在一点点都不能够包容？我们的苦就吃在这个地方，迷就迷在这个地方，造业也就在此地，受果报还是他。为什么不把心量脱开，像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他们的心量都是包虚空容纳法界的，日常生活当中就学，工作里面就学，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就学，这叫真修行，这叫真学佛了。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再给别人对立了，他跟我对立可以，我不跟他对立，不跟事对立，不跟一切万物对立，也就是你要有心量脱开，看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平等的，就脱开心量。我们中国古人讲量大佛大，你这个心里头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高兴，这个不行啊，这是绝大的错误啊。小心量不能学佛，学佛的量要大。我们的本性本来的心量是尽虚空变化性，跟诸佛如来没两样。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呢？迷了，迷失了自心，完全堕落在自私自利，一点亏都不肯吃，念念想占别人便宜，这还得了吗？凡夫所以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所以常常堕落三恶道，真正的因素就是这个。我们明白了，清楚了，我们今天反其道而行之，我们愿意吃亏，我们愿意上当，我们愿意帮助敌人，帮助伤害我们的人，毫无吝啬，这是修自己的德行，积功累德了。用真心的是诸佛如来，是化身大士，我们修佛就是学用真心，学用真心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，学用真心能够包容，借恶的行为我们接受了，若无其事，不但没有怨恨呢，还有感恩的心。感什么恩？因为遇到这个境界，自己真的以清净平等心对待，发现我修行功夫提升，我能经得起这些考验，把这些人对我的这些行为都当作考验，他们是我的老师，来考我，看看我能不能通过，不能通过那慢慢再来，知道自己没功夫，通过了欢喜感恩，没有怨恨，让自己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这就是佛的世界。还有怨恨，还有憎爱，那是六道轮回，那不是佛菩萨的境界。菩萨心量大，心包太虚，量周煞界，要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本性，我们自己本来都是这样。现在心量变得这么小，两个人都不能相容，你说可不可怜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迷了，迷到所以然处了。心量越小，活得越痛苦。最小心量的人都是地狱众生，这地狱苦啊，他不能容忍呐、啊，一个人都不能容啊，容纳了，那苦不堪言，全是自作自受，没人教他。心量越大，你活得就越幸福越美满。中国古人所说的量大佛大，
很有道理啊。量小福就小，你是要大福还是要小福呢？要大福报，那你就得把心量拓开，量越大福就大。所以事出世界一切法，佛报最大。为什么？心量大。佛的心量没有边际，大乘教里常说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我们要学，不学不行。量大了，不但佛大，再告诉诸位，智慧大。智慧跟佛报是分不开，量大的人智慧一点大，智慧大的人量一点大，佛慧达到究竟圆满，这个人就成佛了。记住，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本来心量都是没有边际，现在变成这样，谁把我们变成这个样子？没有别人，是自己，自己愈迷愈深，念念想众生，不要想自己，起心动念要想如何利益一切众生，不要想利益自己，这个是大乘法里头绝妙的法门，把你念头转过来就行了。利要做到扰夷，扰是丰饶啊，换句话说，要给众生最殊胜的利益，最圆满的利益，尽我们自己的心力，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一切众生。你这样做呢，这就觉悟，那个我不必要去断它，自自然然就被它化解掉了。事出世间也有这么说法了，大而化之啊，你这个心量拓开扩大，想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你往这上去思维，念念第一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决定不要想自己。学佛的人量再大一点，冤亲债主六亲眷属，有几个人能想到我们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？很少，没有看到像阿弥陀佛这样的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众生。这个一切众生上面是等觉菩萨，下面是无间地狱，全包了，一个也没漏掉啊！这是我们应该要记得要学习的，我们的愿才跟阿弥陀佛相应，否则怎么发跟阿弥陀佛都不相应。阿弥陀佛愿意度众生，我们跟众生还有意见，这众生我喜欢他我要度他，那个我讨厌他我才不度他呢。好像度他到极乐世界天天看到了不高兴，那我们想一想，这样的心态能去得了极乐世界吗？也许在你临终一念没有这个杂念你去了，如果临终一念还有这些念头在，就去不了了。净宗法门只殊胜，不讲这些烦恼习气，叫待业往生，着重在临终的一念，这是这个法门无比殊胜的。所以修这个法门心量要怎么开，临终才有把握。我对于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全放下了，这个东西都不放在心上，对我们往生净土的信心增长了，愿力加强了。在这个世界对我再不好的人，生生世世陷害我的人，都原谅他，不把他放在心上，像诸佛如来一样宽宏大量，大量什么都能包容啊，没有一样不能包容啊，这个重要。
家了，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只要这三样东西俱全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可是要出六道轮回呢，不必三样都断，断一个就行。只要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六道就没有。执着是见思烦恼，坚固的执着了很麻烦的，所以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淡一点。何必那么执着呢？想象金刚经，金刚经中国人最喜欢，不但是学佛的人必读，不管学哪一宗哪一派，没有不读金刚经的，儒家道家都读，便于观照。当你烦恼起来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那就算了，这虚妄的何必认真呢？便于观照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金刚经是破空，是叫我们看破啊，不要过分的就执着，不要分别。学了有自学起作用啊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学什么呢？学不执着，不分别，这是菩萨。如果功夫能到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你成佛了。这个很难，不是容易做到的。从不执着不分别下手容易，下手也不可能把它断尽。能够啊，将分别执着看淡一点，这就叫功夫。比过去淡了，比一般人淡了。但从什么地方看？从智慧升起了，烦恼少一分，智慧就长一分；烦恼少两分，智慧就长两分；烦恼通通放下没有了，智慧就圆满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六根在六尘境界练这个功夫，这叫真修行，这真功夫啊。我们学佛要知道先后，要知道次第，要知道从哪里学习，破执着学习。破执着一定要在四相上修，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了解诸法实相，相由心生，事由理生。你要是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对于一切四相就会看淡了，你不会那么认真，不会那么计较了。般若经上讲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先要学着不执着，转烦恼为菩提，你再真下功夫。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，你能常常做如是观，就会把这个世间看淡。这个看淡的时候有好处，你就容易放下。看淡也就是看破，你能看破多少，真的看破，你就能放下多少。放下是功夫，首先你对于一切法执着淡薄，这个在修学上就是很大的进步。与一切法不再执着，能够随缘，能够恒顺众生，这个时候富慧渐渐往外透出来。要知道严重的执着，这个人没有福，没有慧。放下越多越自在，放下越多越清安，身心安稳。无论我们的环境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善缘也好，恶缘也好，都没关系。像佛经上所说的，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日。我试了两句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就是看你怎么个看法。你要能够真正把分别执着看淡了，你才能看到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如果分别执着严重，
你看不出来，只要心里淡了之后就看出来了。坏事未必真的是坏事，好事也未必真的是好事，善恶好坏两边通通都离开了，真正是好事，真正是好人好事。对万事万物要看得淡，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，你就能放下，就能看淡了。你把它看成是真的，亏就知道了，你就有执着有分别，你不知道它是假的。一定要看淡，临走的时候容易放下，不再贪着，走得顺利，走得自在啊。人死的时候很痛苦，那个痛苦从哪来的？舍不得分离，舍不得放下，又不能不放下，一样也带不走，痛苦从这来的。平常就训练不分别不执着，走的时候就自在，一点痛苦都没有。六道是怎么来？执着来。你有坚固的执着，就有坚固的六道。你把六道看淡了，六道就不能拘束你。你把事处世界一切人事物这个执着统统放下，不再执着，连执着的念头都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这是假的不是真的，就好像做梦一样，你那一方面梦醒了。永嘉正道歌上说得好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晚上睡觉做梦，梦中有境界，醒过来就没有了。六道是如此，什么时候你放下执着，我对于世出世间法一切人事物不再执着了，你就醒过来了，六道没有了。所以我们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要执着，我们念佛就能够得功夫成片，就能够得一心不乱。这个一心不乱功夫浅，不是很深，但是啊，往生有把握，生凡圣同不错。如果再进一步啊，能把分别也断掉，那你往生呢，你就生方便就是土。这念佛的功夫不要问人，问自己啊，我的妄想分别执着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淡？你一年比一年淡了，你就有进步啊。圣人的教诲纯净纯善，就像佛在十善业大经里面告诉龙王一样，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世间苦，他这个一切世间是讲十法界，能断一切世间苦啊。这个法是什么法？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心善，常念善法，心善；思维善法呢，思想善；观察善法，行为善。这个善的标准就是十善业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离十善业，你就能离一切世间苦。更要紧的是，决定不容许有毫分不善夹杂，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善人呐。这样自然就能够断一切恶，就能够成就一切善。有这么一个基础，现在人讲条件，再有这么个条件，你要是念佛求生净土，你决定得生。为什么呢？西方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我们心行不善，
一天纵然念十万声佛号、20万声佛号，也不能往生。你要问为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，你不善，你怎么能去？念佛也不能去啊！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决定不要给别人找麻烦。别人有惊慌，有恐怖，只要有丝毫这些念头，那我们就错了。从思想到行为，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呢？那记住世尊对我们基础的教诲，我们严格的受持，心善，念头善，行为善，这十善业道经上讲的。起心动念不要想别的，念头升起都是想怎么样啊利益众生，怎么样帮助这些众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苦乐是果报，果上不能解决问题，是要懂得因。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来的，从恶来的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恶来的，从善来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具体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那就是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转恶为善。菩萨用什么方法能离一切恶道苦？佛教道，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而且特别嘱咐，不容毫分无善夹杂。这个话就是大学里头讲的止于至善啊。大学里头四个字，十善业道经里头说了这么多，说的我们能听得懂啊。止于至善这一句话我们听得很含糊啊，不清楚啊。佛在经上讲得清楚，善法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十善业道，从这个地方下手，要很认真努力，真的去干了，真的去学习。佛用什么方法教人永离这一些世间苦呢？佛用的是教学，教学里面顶重要的要好学，人不好学没有法子啊。好学的人一定是信解行证，好学的人一定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，决定随顺善知识的教诲，我们才能离苦得乐，把离苦得乐的法子学会。十善业道经上讲的纲领好，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这一句啊，我们应当重复念诵啊千遍万遍万万遍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落实嘛。落实之后啊，还要天天唱诵。为什么呢？还有许许多多众生不知道，我们要做给他们看，我们要念给他们听，帮助他们觉悟啊，这才行啊。佛教众生真的是慈悲到了极处啊，不厌其烦，多次重复重要的教诲，在经典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真的是千遍万遍，那个重要啊。学佛没有别的，只是学做一个明白人而已。明白人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别人对我好，我感激他的恩德，对我不好，我也感激他的恩德。对我不好是什么恩德呢？他替我消业障，这个恩德比对我好的那个人的恩德还要大了。
世间人哪有人懂啊？我们要不接受佛的教诲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啊？真了解了，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，特别落实在自己起心动念之处。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们，我们修什么？修心地的纯净纯善。我在十善业道上所说的，不容豪分不善夹杂。我们圆这个例子，不容豪分不净夹杂，自己修到纯善纯净，你就入华严境界了。华严境界是佛境界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过佛的生活。我们跟大家相处，看这个人不顺眼，看那个人不欢喜，这个念头就让变法界虚空界众生受苦啊！不仅仅是自己不高兴啊！如果我们用慈悲心，用清净平等心看一切众生，变法界一切众生都生欢喜心啊！你是愿意跟大家和睦相处，还是愿意跟大家格格不入呢？都在一念之间，都在起心动念之处啊！经论里面讲的很多，这种深意很少人们体会到。我们今天见科学这个测验跟佛经两个对照，佛经得到了科学的印证，使我们对于经教啊有更深刻的信心，更坚定的信心，深信不疑。从今而后，一定要放下一切恶念，放下一切恶心，向纯净纯善这个方向目标去迈进的。这是成佛之道啊，这是真正的离苦得乐之道。离苦得乐，必然转迷为悟，自自然然转悟为善。这是佛菩萨在大乘教里面教导我们的。在佛法讲啊，你要度众生呢，先要度自己。度自己是本，度众生是末，本末要清楚。如果的时候本末要搞不清楚，先去度众生，不知道度自己，众生也度不了，是自己也度不了。所以一定是先度自己，后度别人。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，自己未度而能度人，何无有是处啊？没这个道理啊，一定是先度自己，这是本末。宗时，宗就是普度，时就是自度，所以这个先后顺序我们一定要知道。佛在经论里头常说啊，菩萨一定是先度自己，然后才能度众生。菩萨自己没得度，先度众生，那是什么菩萨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不是我们这儿的菩萨。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他不着急成佛，那个度自己是成佛，不着急成佛，你先求度众生，我自己成佛晚一点没有关系，他已经得大自在了，这个可以啊。所以一定是先度自己。度自己从哪里度起呢？我们在讲习当中啊，说的太多太多，大家千万要记住，这个话说一万遍说十万遍都不算多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落实吗？从放下自私自利做起，从这做起啊。如果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自己就不能得度，
自己不能得度啊，要想度别人，确实是做不到。首先自己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过来，一切为利益众生，为利益社会，起心动念为众生为社会，绝不为自己，我们才能成就啊。有一念为自己就错了了。我们如果天天念着要弘法要立身，这一生不能往生，来生还搞六道轮回，那就冤枉死了。度众生这个事情不着急啊，我还没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去了以后回头那度众生方便多了。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把这个本末搞清楚，决定不能够颠倒。这个世界有我们的亲人对我们有恩德，我们舍不得他，我们要想来度他，你先度自己，先到极乐世界度自己，得无生人以后福入尘刹，就度众生。不但是娑婆世界，他方世界，以过去多生多劫的亲朋好友，所有的眷属，你呀都认得，因为那些人跟你都有很深很密切的缘分，都应当救助啊。我们也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，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与我们有缘，我们要成就自己的本事，然后再去度他。这个事情我们要晓得其中的意义。念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修行六度啊，六度是度自己，先度自己再帮助别人，布施度自己的金坛，布施波罗蜜圆满了。什么叫圆满？我贪心断了，坚定的心断了，吝啬自己有的舍不得给别人，贪心自己没有的希望得到，这种坚贪心真正断掉了，布施波罗蜜圆满了。所以六度的圆满不是对外，对外永远不能圆满，是对内的，对内的就是圆满的时候，坚贪的念头断掉了，所以他度自己的清净心现前了。持戒波罗蜜是度恶业的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天境界，生活工作待人接物，没有恶念，没有恶言，没有恶的行为，直接圆满了。戒律目标就在此地了，圆满了，忍辱顺境善言，没有贪念的心，逆境恶缘，没有嗔恚心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精进呢，那我们这里讲了很多了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什么都不夹杂，我心里头起心动念想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就念阿弥陀佛，身体恭敬阿弥陀佛，礼拜阿弥陀佛，这叫精进波罗蜜圆满了。禅定波罗蜜，我的心就定在阿弥陀佛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叫禅定啊。有禅定自然生智慧，智慧现前，般若波罗蜜圆满，自己清净心能生智慧，又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，真的事出世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先成就自己，然后可以像诸佛如来一样教化众生啊。你教化众生，众生欢喜你，众生愿意听你的话了，接受你的教诲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全做到了，你自己没做到想教人，人家不相信，不愿意跟你学，自己通通做到，才有这个感应，才有摄受的能力，
像磁铁能吸铁，它有这种力量，自己没有做到啊，就没有这个力量。做自己决定不是消极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经常讲的清楚，一往生的即使下下层往生，他的天眼天耳神足，这六种神通啊，几乎跟七地八地菩萨相等，他有这么大的能力。这个世间的众生什么时候回心转意，心里面想学好了，想学善了，你那个时候再来，沉淀再来帮助他。我们今天是凡夫啊，自己不能往生，这一步错了，马上又搞六道轮回，所以这个机会呀，决定不能错过。能够抓住机会的，古人说的机会真是毫不容法了，一定要好好的抓住，机会太难得了，一刹那就过去了，一定要把它抓住。抓住之后你就成就了，你要是抓不住，这个机会错过了，等到下一次不晓得是哪一生哪一劫，您在六道轮回不晓得受多少冤枉幸福，就一定要抓住机会。我们过去生生世世都是错过机缘的，机会来了还想想这个法门也不错，那个经论也不错，都想去看看，结果完了还搞六道轮回，就一定要全盘放下，彻底的放下，心里头一丝不挂，唯念弥陀，我们就成功了。